台湾说的护身符就是这个，对，神明的衣服。我吃过的霸王跟我光头一样的，这种东西是不是你不会怕任何的鬼？圣明认证，对，没错。好棒的感觉，今年的庙会就开始了。我们都是人，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目标，跟我来狗狗，一起干鬼 ，OK。每周四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打30频道，吴峰仔爱万科。